大战啊，怎样？上次那个我们拍的一些素材，我传给你好不好？影片。看你要怎么传？跟你们。AirDrop。一下。你不是用苹果吗？不是啊。现在什么时代、啊？那个人不是用苹果？开玩笑好不好？现场统计一下要不要？谁不是用苹果的？整间办公室只有你不是。身为专业的二手车商 YouTuber， 常常这个影音软体素材要传来传去，你不用一个最快的。最近 iPhone 12出了，不然呢，带你去买一支要不要？你要送我？我考虑一下。还要考虑？好啦，先去选嘛，去体验一下啊。对不对？讲钱就俗气了，我们都是讲元，好不好？但是三万元还是五万元，好不好？啊，不然这样啊，刚好我等一下要去试车，我们去试车，顺便一路试到远传去啊。听说远传最近有一个这个5G 极速飙网新体验，我带你去体验一下。我们先体验一下，看5G 是不是像电视里广告里讲的那么厉害？对啊，新闻讲那么久了。好不好？走啊，去试车，然后顺便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不一定要买，对不对？搞不好体验完你受不了就买了。我受不了。对，你就说不用，不用公司出，我有，我有，我真的要买，我真的好想买，有没有可能？有吗？好不好？先看，先看，先看，走走走走走走。泰山，我们今天试这一台420 GC 184匹的马力，带你体验一下。不过比起这个，我觉得我们先去体验完5G 之后，5G 我们再试车好了。因为我现在心里一心只想着，到底5G 到底是要多快？对啊，有传说中这么神吗？这这个三眼的不错。Hello， 有什么需要帮你们介绍的吗？嗨，你好，我们在看这个 iPhone 12，然后还有这个新的5G，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帮我们介绍体验一下，说5G 的速度啦，或者是有最后可能再了解一下有什么配套的方案可以选择。没有问题，那我待会就先带你们去体验一下我们原本的 5G， 因为这是我们的 iPhone 12跟12 Pro 都有支援到 5G， 对我们其实很多用户都想要就是体验我们 5G 的速度，待会就带你们先去做体验。好，麻烦你咯。OK， 那我们现在这边我们就是要带您测试我们的 4G 跟 5G 的网络速度主要的差别。好，那再麻烦帮我两台同时一起按下去。对，要一起哦，要一起哦。嗯，对，一起按哦。这台是 4G 的，这台是 5G。我看得出来，因为这充超快的嘞。对啊，这充超快的。大家给你。啊，这个还在，这四 G 还在跑，这个已经飙到300，我还在跑对啊，这个已经差不多停了。上传真的是差非常多。那为什么我们远传的5G 可以速度这么快？因为我们顶级的鱼肚骨的位置啊，那我们让我们用户有最佳的网速可以做使用。鱼肚是说鱼的肚子，的那个鱼肚，对的那个鱼肚。我们远传有最精华的频段啊，就是有3.5GHz 跟28GHz 的频段，那让个人的平均速率达到最快这样。我们现在远传的这个5G 的高速的这个鱼肚的频谱，它跟我们使用的手机会有关系吗？一定会有关系，因为像我们这次的 iPhone 12，对，搭配如果我们远传的 5G 的话，它可以就是用到我们远传频谱最快的速度这样子。对，所以你如果申办 5G， 你没有5G 的手机，等于是还是一样走 4G 的速度啦。对，我懂意思。那如果你买了 iPhone 12，那没有我们的 5G， 那还是一样，你还是一样速度不会变快。有没有说要买 iPhone？ 说要买，对不对？对，要买 iPhone 就要升级 5G。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还有什么可以体验？好，我们因为现在呢，升级到 5G 吃到饱1399上网完全吃到饱的话，会赠送你们三个我们远传的 Friday 服务。那我们旁边帮您看 Friday 什么？影音多视角。
哦，多视角。第一个是多视角，先带你体验我们的多视角。好，我们去看一下什么是 Friday 多视角。OK， 那我们现在升级我们远传的5G 吃到饱的话，我们远传有送你们三个的创新服务。创新服务。第一个是我们的 Friday 影音多视角，它就是像可能韩国很多团体嘛，可能一个女子团就是十个人，对，那有时候可能只喜欢里面的一个人，它就是会帮你分别拉出来，拉出来每个人，就让你综合这个人这样子。我知道，我有发现哦。他现在你看这个镜头只有在追这个白色衣服的，对，都在追白色衣服。所以我如果想要看粉红色头发的，我就把它点下去。你就点粉红色头发。哦，现在就拍他哎。他就是变成是他 solo 这样子。这个多视角的服务啊，还有跟我们的韩国 K-pop 直播有做连线。对，就可能他可以直接去连线，跨国连线这样子。好，那我们远传第二个送的那个服务就是 4K 影片。我们如果上网吃到饱的话，现在目前有赠送一年有六部的 4K 影片给你们做观看。一年六部的 4K 影片。对，那其实里面还都蛮多片的。哦，所以它是比如说电影啊、电视剧啊，然后都可以用 4K 的解析度去看。对，现在目前是电影会比较多。接下来再来就是我们的 VR 影片。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远传送的第三个创新服务，就是Friday 的 VR。哦，所以它也是 Friday 影音里面的一个 VR 的服务。对，那我们会赠送一年的 VR 给你们做使用。来，直接有一个现成的红衣小女孩，毛西娜。好 ，Go。哎，我不是说要开给你看的吗？好、啊，那我先看，你先看啦、啊。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哎，门怎么打开呀、啊？那谁？看恐怖片看到笑，有点诡异哦。还好被。有啊。我看。没有东西啊。你眼睛闭着，对不对？你是眼睛闭着？我没有。你眼睛闭着。泰山果然是搞笑担当。决定要办了吧？都哎、欸，耽误人家这么多时间了。对啊，好像接下来就要进入最正。你要不要买？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好不好？了解一下方案。我们一起买。对，了解一下方案，看有什么优惠。好，两人同行有免费哦。绝对不可能，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这也是剪掉，好不好？不要浪费母带。OK。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麻烦怡静帮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比较优惠的方案。走。我们有什么方案可以参考呢 ？OK， 那我这边跟你们介绍一下哦，因为我看你们用远传用很久了嘛。对，他是老客户。5G 吃到饱的话，其实1399嘛，它是完全的吃到饱，不会让你们降速。那如果是老客户的话，会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优惠吗？老客户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璀璨白金会员，璀璨白金会员的部分是，它是可以直接帮你们手机折5000块钱。折5000块，快快再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优惠的？对啊，哎，你们是不是有旧机啊？一定有旧机啊，你看烂机是拿出来丢掉了啦。那个我打算把它打烂啊。那个机子有用吗？可以啊，你可以再来回收，我们的回收价保证业界最高。对，那如果你们就是在外面可以折到更好的价格的话，我们会再退两倍差价给你们。超划算，那不能砸烂了。你那台机子不能砸烂，那台机子还蛮值钱的。对，本来我想说帮你买一只手机，我现在这样算一算，其实应该不用，靠你自己就可以了。我自己，你又有老客户续约，又折，然后旧机又折价，对啊，基本上我应该不用拿多少钱出来了。对啊，而且你们又用到2699的月租费。其实真的不用再拿多少费用出来。对，因为他是高级上班族啊。对，他一定是对要弄到最快、最大、最紧绷的。那那个可以麻烦怡静帮我们准备一些相关的文件资料，帮他填写一下。你们拿手机，然后跟合约书，你们等我一下。那你要什么颜色的？红的吗？哦，好。OK， 那我帮你准备红色。好，等我一下。麻烦你，谢谢。贺成交，贺成交，太棒了！拿着你的新手机，我的 iPhone 12。今天也非常谢谢怡静帮我们介绍这么多，带我们体验影音啊、VR 啊、多视角，非常谢谢你哦。不客气。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也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远传的极速飙5G想要体验看看的，随时都可以来门市找怡静，可以吗？可以，来我们信义威秀找我。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哦，泰山，钱花了，可以试车了吧？可以啊，不过我觉得哦，他们的服务真的跟我们的服务很像。
老客户续约最高还可以折到5000，然后旧机换新机还保证是业界最优，不是最优还退2倍差价。以后回去我们的中古车有没有？也要来思考一下有什么样的可以对老客户比较优待的一个方式。 你做的那些还不够，进化在进化，只有远传没有距离。Just call me, be happy. If you cry, 我一直在。If you cry, 达官陈小东你没想知道、好吧，太老是不是？那是以前的时候梗。我今天才知道顶级鱼肚平埔的体验才能享受这个标网的快感。他好像是说从 3.5GHz 跟28GHz 最佳的频段。不过我觉得啊，像他那个新的这个软体啊 Friday 影音，你如果喜欢看 K-pop 啊，然后他有这个跨国的直播，好、哦、可以体验，他还可以享受顶级的 4K 极致震撼清晰观看。这个我跟你讲，泰山你最需要，因为你喜欢看清楚的嘛。就去订那个 Friday。对啊，他送的，他送 Friday 影音啊。那个真的不错。不要上班给我看呢。啊，不会不会不会，我只有在传完影片然后偷懒的时候看一下。偷懒可以，因为现在速度变快，你可以偷懒。你多了一点偷懒的时间。最后就是这个 Friday 影音的 VR。而且它是一种沉浸式的新世界，不管你是要去高空弹跳、跳伞，要去意大利、法国、罗马都没有问题。它真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感觉，再加上它那个清晰的画质、流畅的速度，它真的不会有那种累格感。第一次哦，我真的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沉浸式的，可能以前我们看的 VR 都太 low 了，等级都太低，你知道吗？没有办法让你有沉浸在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没有那种沉浸式的感觉。这次我刚看着她那个红衣小女孩啊，我真的觉得哇，是站在那边看着事情发生，你知道吗？我真的流了满身汗。所以哦，这次也非常谢谢远传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它这个一系列的这个5G 标网的功能，还有这个清晰的 4K 影音高画质的功能。我真的觉得大开眼界。好像我们车子啊，如果真的没有真正的体验过，真的也不知道它出了什么样新的科技、新的产品。对啊，所以你没有去试过，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看了一些这个网络上啊，哦，一些车评啊，一些广告上的，你完全都不会知道这台车到底有多快，功能有多强大。看到新闻啊、电视啊、媒体广告啊，讲了那么久的 5G， 是没有真的去体验过，你真的不知道。没想到这个世界已经进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好，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帮我们订阅、留言、分享，要记得开启小铃铛，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看的影片，还有让我们推荐更多更好更棒的产品给各位观众朋友。那我们要继续去试车了，拜拜。拜拜。